次巡演会很焦虑，然后也很紧张，也有很多的一些设备啊，各个工种的需要去磨合，很多的东西都是不确定性的，所以会很焦虑，然后也很担心会出现很多的错误，因为第一次嘛，大家都会很紧张，包括我的团队乐队都会很紧张，但是到后续我相信几场下来之后大家会变得会更好，包括一些所有的设备 VJ 音响人声乐队鼓手的声音。刚我们讲到希望还是以完整对峙，这是第一次和导演组一起开会，我们一起探讨整个巡演流程的框架，从音乐结构的编排到视觉创意的体现以及演出阵容的配置。非常感谢导演团队们细致地和我探讨那些想法和可能性，包容我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让我们的巡演可以更加的丰富。有朋友可能发现我的发型有点不太一样，没错，为了这次巡演呢，我特意换了发型，也换了发色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了排练室，然后等一下呢跟所有的鼓手啊乐手们啊一起见面。OK， 然后看，然后呢？太多，然后再低气对位。我是 Mic， 可以有，就是鼓的话就打那个边机军鼓。好，那就是把太多放到那个 Time 的位置，然后 Time 呢调到 Gobless Me 的位置。他自己还带一个鼓背景。我们现在彩排第二天，不是彩排了，就是和乐队合作第二天。昨天晚上时间太赶了，然后也没有很好的这个全部把所有的音乐给排完，所以今天我们再继续，应该还有最后的几个小时了吧，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。都已经在开始了。停一下也行，然后再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鼓棒掉了。这是明天的造型，头皮状态不是很好，但是也要为了大家有一个新的面貌，所以必须得坚持一下。猜吧，会是什么颜色？因为我刚才涂上去，你们猜，猜中了有奖。估计这个视频播出去也已经早就已经看到了。来猜，为什么要在巡演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红？左边，左扶右祸，左扶右祸，红扶的意思。用我为数不多的小词汇来自我安慰一下。红眼睛什么意思？红眼睛吗 ？Red eyes， 那就是 red eye， 热爱。距离巡演开始还有14个小时，眼睛带来的不适感也在加重，导致此时的我既亢奋又担忧。希望睡一觉起来，眼睛的状况会好一些吧。马上巡演要开始了，距离巡演开场还剩8个小时，一部分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在场地准备了。此时的我呢内心呢有一些忐忑，那眼睛都还红着，天哪，看到吗？也许是因为眼睛不适的原因吧，又或者是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个人巡演，很希望能完美的呈现好我的第一次的舞台。小夫，阿飞 ，Hello， 马上过来啊！等一下就试音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确认一下，设备，所有的 sound check。现在是下午2:20，留给我们排练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大家也在一遍一遍的检查各个环节是否妥当。此时我的脑袋里呢，就是总梳理着每一个细节。对了，还要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祝福。现场呢，由于时间的问题，没能一一表达和感谢，
谢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。好了，让我们回到彩排现场。谁负责密封包？这是正在调试耳返和麦克风的我，这也是一个有点复杂的过程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体验到最好的音响效果。我一直在反复的确认声音调试 OK 之后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过一下 VJ 视觉的部分。这个素材等一下全部再走一次看一下，因为前面的太温柔了。距离开场呢还有2个小时，时间呢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希望能够顺利的开启这一次的巡演。说了半天，是时候介绍一下今天的颜值嘉宾团了。没错，就是我的好朋友杨基。等等 BGM 上错了，来换一个。真的有一说一，基兄呢还是很有活力的，果然是杨基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位颜值嘉宾是，哎，镜头怎么给到我了？讲真的，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会坐在那里，可能是因为要考虑的事情太多。也因为第一次巡演的原因吧，有些紧张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介绍我们下一位颜值的嘉宾。是的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李大奔，大奔兄。嘴巴直吧。现在距离开场呢还有30分钟，带大家看看此时我在后台到底在干什么。我一直觉得照片呢是人类文明进展的最大发明之一，它可以将一瞬间记录下来，变成永恒。当按下快门的那一刻，时间凝固了，记忆没有办法保存过去，但是照片可以帮我们定格。因为我自己呢还是会不太放心，所以我找到了导演，最后再做一些所有流程的确认，还有一些乐器乐手的东西查看一下，后面就玩起来就好。 DCC Ready Let's go。 DCC yeah DCC。有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给了我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。现在再回想起那一天，依然会觉得很不真实。在登上舞台之前呢，我还是非常的焦虑，担心很多事情，甚至担心会出错。但是当我站上舞台的那一刻，那一瞬间，听到大家的呐喊声，所有的那些焦虑和顾虑都消失不见，非常奇妙，感觉也很特别。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度过这个热烈而美好的夜晚。下一站呢，我会准备更多的惊喜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。我爱卡哥，真的，我爱卡哥。突然炸了 ，Casper 牛逼！啊，然后你现场特别好，非常震撼，希望加油。演出那天，台下还有一群我的 B-boy 的伙伴们。当我唱霹雳派歌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在舞台下面享受着音乐。虽然我在台上，他们在台下，但是配合得特别的默契。他们享受着音乐，我也享受着音乐。这首歌是送给热烈，送给所有 B-boy 的。下次见了，拜拜。DCC。